就这里啊！就是这里。！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的枪法还得再练练。是得多练练，多练练，多练练啊！夹走。死了几个兄弟？四个。天快亮了，抓紧时间清理。快！是。山河一变，在水一方，于此。是。后面交给你了。好。好，明天下午西城要报。兄弟们，撤！是。
好了，给。处长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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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情报真是太有用了，我下次替你。哎，处长。刚回来啊。哎，处长，我给你汇报件事情。来来来。小徐啊，回去帮我和老爷子问个好。叶刚，去坐。嗯，这是军部刚来的急电。写的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慧宇，人都要废了，处理老板。子离他不行，今天我一定要问出来。写的是什么？哎呀！去坐。去坐。农哪能来的？这个地方阴气重啊！少给我来这套虚的。审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这女人死不老，情报被她吞了，什么都不肯说。吞了，吞哪儿了？您这问的，吞到肚子里啊？哦，那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哎呦 ，X 局长脑子灵光哎！我这脑子。小徐啊，晚饭吃过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叶处长。常有的事儿，慢慢就习惯了啊。处长，您找我？听老胡说你上次差点出事儿啊，要不给你换两个手下吧？你那手下看着有点不太灵光。傻点好，关键时候能挡枪眼。那如果处长您能再给我多安排两个手下，手下自然更安全。臭小子，处长，这个加奖令。最近抓捕行动有功，局座那里我替你请功了。谢处长栽培。哎呀，回头可不能跟你老爷子说我不照顾你啊。哪能啊，没您的栽培哪来现在的我。最近啊多留意站里，这里
有鬼。鬼？谁啊？我刚夸完你就问啥问题？那鬼会告诉你谁是鬼啊？处长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让你多留意，没让你多操心。那自己看看吧。黄金4吨，哈，这可不少啊！日本人最近打算运回国，本来上面的意思呢是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拿下来，但是现在共产党的红队先动了手，现在不是时也是时了。上头现在很生气，共党那里应该是想要走上海这里往北面运，你们家是搞运输的，我想国家为重。一定配合。徐组长，徐组长，走走，组长，去哪儿？家里人不太舒服，去抓点药。走。等一下哈，娘，大哥，娘，我晚上回去吃饭。哎，娘给你煮馄饨，有馄饨吃。对，不错啊，组长。阿四啊，你娘旁边的是你哥。哦。我哥哥这里不太好，小时候我们兄弟俩得过一场大病，我好了，他没好，我就想多赚点钱给他找个老婆。那你呢？干嘛不自己找一个？娘说了，什么好事都得经哥哥先。站住！下车检查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谁啊？我的车你也敢拦？让开！哎呦，让开！这是我们许组长啊，不认识吗？许组长，哎呀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。哎呀，回去！哎呀，许组长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弟们呢？不认人，他都仔细点，吓死了呀！他们就熟了，都是兄弟。嗯，就这日本人，也掺和着不太好吧？哎呦，人家丢了东西了，能不着急吗？许组长，这是去哪儿啊？家人病了，我去买点药。你去哪儿呀？哎呦，昨晚不是抓了俩共产党吗？那个女的死了，还有个男的招了，摸到条大鱼。想不想知道是谁呀？还是别跟我说了。要不然处长那里不好交代。你们忙。嗯。我。哎！快，把路让开！快点！快点！掌柜的，抓药。房子呢？没有房子，偶感风寒。那得让医生看看呢。家人年纪大了，出行不便，要不我说说症状，让大夫给把把脉。那行，里面请。
今晚黄金要尽快转移，已经开始排查。红星，西城。知道了。你暂时不要出现。我这几日会离开上海，两日后将军便到，以后将军就是你的直接领导人。将军要来？对。黄金如何转移？今夜西门工厂，联络人华圈为好。知道了。这是您的方子，三碗水熬成一碗药，记得按时服药。注意隐蔽，这三年来我们合作得很顺利，保重。小心点啊。喝点什么？第一次来一起跳周舞？不会。不会我可以教你。人笨怕学不会。你怎么知道我第一次来？这里每个姑娘都知道我许墨烟许大少，就你不知道，还说不是第一次来。哦，原来是上海滩船王许老板家的大公子。我的名字你知道了，你的呢？许少爷就是这样追求姑娘的。那看姑娘你给不给机会。走走走，虎长，去去去，里有情况，让我们回回去。现在啊，走。知道什么事情吗？说说抓着一条大鱼什么的，好像带号老朱，叶处长带着人出去了，就狱里让我们现在都回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拉屎听到的。阿四啊，我忘记买烟了，前面帮我拐个弯，我去买包烟。组长，局里让我们现在再回去啊。大半夜能有什么事情？估计又是连夜审讯。回头别嘴碎啊。组长，我阿四最讲义气了，我不会乱说出去的。阿四，待着别动，少爷我去一句回。哎，组长，这好像没烟卖呀。你懂什么？少爷，我抽的是雪茄，待着。组长。动作都轻点。老大，这里哪有什么黄金啊？联络人到了吗？还没有。什么味儿这么重？别动！这是强钻，小心融了你。老大，有人！人都到了。确定这里？那个老朱啊，是他们在上海的二把手。日本人的针啊，九十九针，这一针下去，什么都……你看我这臭嘴！你放心，今天在这儿了，都是我手下的兄弟，站里其他人
绝对不晓得我们在这里的行动。行动，让兄弟们都轻点，别打草惊蛇。你放心吧。圣灵老人，坐轻点。张彦虎，谁放的枪？冲回去！兄弟，快跑！机关枪了，主任，我让提醒我冲，快一点！今天拿不下来，去到那里谁都别想活。是你，刚才你放的枪。对不起，得到消息晚了。我不是说过，最近不要露面的吗？你是鱼刺，我不该看到你的脸，只是规矩。那个隔板的缝那么大，该看到都看到了，我不希望再有同志牺牲。联络人怎么样？死了。老朱被抓叛变，我得到消息过来了，调查局出了内鬼，叶子聪亲自带队。叛徒，找机会干掉他。要是哪天老子也被抓了，记着朝这儿来一枪。黄金估计保不住，先保住你人，剩下的以后再说。放心，他们找不着。奶奶个熊的，背！看家脸了，伤还是不能带了。走，现在撤退还来得及。记着，百乐门门口，卖烟的二丫是第二流路处，可以传递消息出去，不要让别人看到你的脸。好，走走走走，让我进那枪。他是傻子啊。阿瑟，阿瑟，快走。阿瑟，走走啥？停停两下，还有事儿？还有什么要交代？
老大，票买好了，十分钟后开车。走。老五呢？走，这趟车不走。刘彦武，刘彦武，在下斧头帮黄四，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江湖上哪位兄弟啊？有什么误会啊？嗯。干什么呀？啊，这刘先生是贵客。先生，不要着凉了吧？嗯，怎么样，有什么要交代吗？你，嗯，先生听过《牡丹亭》吗？可知这杜丽娘是为何而死啊？你有话就直说。先生可知这游园惊梦的滋味啊？去坐。去坐。嗯，怎么样？确定了，确定了。再审问，嘴巴很严。啊，局座，处长，别和他啰嗦，要不然让他试试日本人的东西，绝对可以。行，抓紧点。嗯，嗯。处长。嗯。刘先生是吧？我老胡啊是个粗人，这玩意儿日本人发明的，这打进去之后呢，心脏每跳一次就像过一次电，比电刑好使多了。这个我今天啊也是第二次用，多有得罪啊。等一下，刘先生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喝了。
哟，许少爷，我来给你开门。处长呢？刚回来。大半夜的开会，真折腾。刚跳完两支舞。快快，跟上。许少爷。你听说了吗？我还没呢。哎，许少爷才到啊。老胡，你这一巴掌可别把我拍散架了。局长之前就让我劝回局里，你怎么才又回来呀？我摆了门玩的正开心着呢，阿瑟就叫我回来，大半夜的，什么事啊？处长呢？审讯呢、啊、审讯抓谁了？莫言，处长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处座，没你什么事儿。处长，什么事啊？后天我们老爷子要过大寿，我还准备给他张罗个儿媳妇呢。你刚才去哪里了？刚才摆了门啊。你的手下阿四呢？阿四，他告诉我，你叫我回来他就走了，我开车回来的，怎么了？哼，百乐门能找到媳妇吗？哎，处长，我和你说，我还真找到一个，本来想问名字的，我都来不及问就回来了。吃差不多了，应该，走，我带你去见个人。叶处长，林特派员，你认识？刚才和你说了，百乐门。林特派员刚从南京过来，就这么好兴致去百乐门啊？第一次来上海，没去过百乐门，就想着去看看。没想到咱们许大少还是站里的人。局长那里打招呼了吗？见过了。行吧，那就一起走走吧。林特派员，幸会。这地方找半天了，换个地方去找啊！队长，没有黄金呀，哪有啊？再给我仔细找，一寸地一寸地翻开来给我找。是，快，仔细找！快点啊，都没吃饭吗？跟老鳖三。东西放哪儿去了？这么重的黄金，地方就这么大。刘先生好胃口啊！你们调查科出师水准还真不错。先下去吧。来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南京刚来的林特派员。一起吃点。您客气。来，小雪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想必是你们红队都很熟悉的，我们调查科的情报组长许莫言。这人还真没见过。小雪啊，坐。照片看过。这真人，比照片上年轻啊。啊？处长，这位是？哎，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红队队长刘彦武。哎呦，
原来是大人物啊。可不是嘛，大人物呀，今天刚请来的，大家先认识一下。嗯，叶处，你们调查科的伙食还真不错，那看来我以后可有口福了。刘先生满意就好。局长还在忙，等下就来。这局长的意思是，您呐，先委屈下调查局的副处长，回头就替您请功。叶处长，这是为难我呀。这都是跟着我一起闹革命的同志啊。这刘处长也得有些诚意啊。喜组长这么紧张啊？有吗？放松，这一不小心当了你的长官了，以后咱们有大把的机会合作。卑职恭喜处长。先委屈先生了，现在国家危难啊，就是需要有先生这样的大才报效。行吧，都已经这样了，说再多的话倒显得卑下不识时务了。两个要求，请说。我要见老蒋。可以安排。我还想知道是谁卖的我。啊，我这个人性格耿直，而且气量又小，叶处长应该有这点诚意，我这货可不少。先生真的想知道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么丰盛啊！哎呀，真好。刘队，刘队长，对不住啊。这是。我不是刚说了吗，我这个人气量小，而且性格特别耿直，要有诚意啊。刘先生以后不都是一家人吗？对呀，处长，这不说好了吗？叶处长要是这点诚意都没有，那以后怎么合作？啊，局长。哎呀，刘先生，饭菜还满意吗？去坐，去坐。嗯。哟，怎么了？这都是，局长，您总算来了，这不都说好的吗？这局座，要不我先带这位先生回避一下。这一下，我感受到诚意了。诚意够了吗？嗯，还不错。我想我们可以开始了。你呀，处长。这狗逼死！哎，刘处长是不是漏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什么？黄金啊！哦，四吨黄金呐！叶处长觉得我一个人能拿走？再仔细找。是。走。局长好。你带枪干嘛？他万一拿枪指着我呢？你不知道他就是个疯子。去揍我。你呀，还国外留学的。
这脑子呀！对不起，曲总。那个，通知站里所有人都回来，马上准备抓捕。是是。今天要委屈你了，林特派员。您客气了，那我去收拾一下。好。嗯。局座，我也去收拾一下。等一下，你就不要去了，把其他组长都叫回来。今天所有人都不能离开站里。咱们这里有共产党，那个疯子也在这里安排了人。我们这儿，局座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别回头寒了自家人的心。他是谁你不知道啊？他说有，就十之八九。行了，今天大家都委屈一下，去安排吧。莫言，怎么了？处长，阿四他怎么了？死了，今晚行动地死的。他是鬼啊？他不能是那个鬼，那共产党不会找一个傻子来做鬼，你说是不是？好好休息。处长，马上抓捕。跟上，你们先上车，其他人散开，先找个车，快！是。洪大，40岁，地下共产党员，申报馆职员，负责重要电报发送。洪四，35岁，地下共产党员，申报馆职员。负责暗中搜集国民党情报。黄忠耀，25岁，地下共产党员，黄包车夫，常在百乐门附近与地下工作者接触。上海的天黑得可真早呀。是啊。也不知道太阳什么时候出来。李光荣，26岁。地下共产党员常在申报馆门口接应洪大，传递情报。别打了，你老爷子那里我已经安排人去打过招呼了，没事啊。今天这里所有的电话线都给掐了，没人能联系外头。你小子呀，就是个少爷，稳着点儿。来，累了就上我屋里打个盹儿。谢局座赞美。白玫瑰，20岁，地下共产党员，国民党特务处情报组副组长，前一情妇，对接人代号红中。陈方明，40岁，地下共产党员，国民党特务处行动组组员，对接人代号老狐狸。钱弘毅，21岁，地下共产党员，国民党特务处情报组组员，对接人代号老白。上个厕所。
这上个厕所还要跟着，有必要吗？是是是，都是自家兄弟，是什么事呀？哟，许组长，哦，上厕所啊？你看我这许久不写字了，这一写就沾了一手的墨汁。刘处长，这一手的墨汁就是一手血，今天晚上得死不少人吧？怎么心疼啊？气色不太好啊。有吗？要不你再看看，我总感觉活不久了。这么一看气色红润，是大富大贵之相。刘处长是吧？您还会看相？良禽择木，总要有点手段，也是无奈。你说对吧，徐组长？老刘啊，别停啊，天亮了，就这些了。这上海滩大半的共产党都让你抓完了，诚意啊，老刘，这不够啊。鬼呢？剧作，我的诚意到了，至于咱们内部的鬼，还有一两个。哎呀，这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呀？我的刘处长啊，这样不好。要不先吃饭吧，局座也安排一下，见一下蒋校长。行，我现在就电报去南京给你要委任状去，马上安排你见校长。现在把我投诚的消息传出去，局座就不怕南京有鬼？命令，嗯，所有人先回去休息，所有调查人员不得离开上海，暂时取消一切外勤任务。许组长好。许组长，不开车啊？要不要送你一程？啊，正好天晴了，走走清醒清醒。这天要晴还早。局长，处长，真的都找过了，那姓刘的在玩我们呀！处长，行了，我先想一想，先出去。哎，胡忠，局长，这样啊，让大家都先休息，跟兄弟们说一下，今天都留在站里，就别回家了啊。是，局长。那我就先出去了。局长，这咱们这里有鬼，代号鱼刺。
这个姓刘的可真会做生意。他说他也不知道，但是有办法知道。局长，就这样放他走了？现在，共产党比我们想杀他。小叶呀，黄金的事情不要办砸了。是。许少爷，什么意思？这处长怀疑我是鬼？许少爷，您别误会，每个人都有几个弟兄陪着。处长的意思是，这么做既避嫌，也顺带保护一下嘛。毕竟也得提防共党狗急跳墙，不是？哎，行吧。哎，也怪累的，上车吧。哎，得嘞，来，许大人。许组长，这么巧啊，没吓着您吧？一起走走。能找个讲两句的机会不容易啊。有这个必要吗？二丫是中共上海最后一个联络人，刚去他家里拆了电台，哼！现在上海滩是成了死城了，没有人能传递消息出去。那你干嘛还留着我呀？如果我说大家有感情，你信吗？行吧，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需要一条大鱼。大鱼？大鱼都让你杀的差不多了，你还留着我？你在等将军？抓将军也不需要我呀，你杀了我，反而更干净，不是吗？那么想死啊？别呀，人生很长的。哼，共产党是不会放弃你这颗棋的。其实他们也没有多信任我。调查局还有另外一只鬼，代号钟馗，我需要你帮我把他挖出来，否则寝食难安。你想让我也当叛徒？这是明牌，你没得选。我可以去死。有魄力，有勇气，可惜了，本来我以为我也是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你可以去死，要家人一起陪葬吗？你怎么想掏枪啊？我想试试。相信我，你很重要，我没有卖你。你对中共有多重要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
你帮我找到钟馗，我有了投名状，你呢继续做你的鱼刺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不好吗？没准以后还能继续合作，两边买卖消息多好。你记不记得你之前说过的，你如果被抓了，冲这里来一枪。你现在倒是可以试试。我很好奇，他们怎么放心让你出来呢？哼，上海剩余的共产党都想杀我而后快，我现在比他们怕死，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他们要鬼。那就给他们一个。走。不是我，姓刘的冤枉我。叶处长，胡队，就别为难刑警，你就招了。处长，招了吗？还没有。行吧，我来吧。说不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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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！组长，这不是……行，硬气。组长，这不是我，姓刘的冤枉，是那个姓刘的冤枉，组长。那个姓刘的去哪里了？杀了一个共产党，陪组长出去逛逛。逛。帮我招呼招呼，少爷好。少爷好嘞，您忙，您忙，您忙。少爷好，少爷。我爹呢？在打麻将。少爷好，少爷好，少爷好，三桶。南风，碰。哟，今天你手气这么好啊！九万，发财。爹，唐姨。大妈小妈，嗯，回来了。今天怎么有如此雅兴，打牌消遣啊？昨天晚上你又没回来吧？你还真把这家当客栈了。姐夫，昨天调查局来过消息，说莫言在局里有点事儿，忙不开，所以晚点回。哼，我看太晚了，就没和您说。是啊，爹，调查局那点小事就不当你了。大少爷这嘴啊真是会说，还是你姨娘教的好，许家这一大家子都仰仗着你唐姨管着了。我姐死得早，就莫言这一个儿子，我可不得管着点吗？可不是嘛，管的大少爷都不着家了。就是，算了，不打了。哎，老爷怎么还生气了？爹，我有点事想和您说。什么事儿？没看这爷俩有话要说吗？走了走了。
么回事啊？快说。说，怎么了？爹，昨天夜里，西区老钢铁厂那里出了点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共产党有点黄金在那里，然后调查局的人过去了。打起来了？嗯。你跟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了？昨天他们抓了个共产党的头头，而且那个人叛变了。叛变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为什么说叛变？爹，唐爷，这两天你们带家人出去走走。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了？爹，其实……闭嘴。都是你给惯坏的。对不起，爹。我就知道，当初就不该把你送到国外去。你真当我老糊涂了？你以为你做的那些事就天衣无缝了？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这世道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黄金呢？运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赶紧处理掉，不管是投江里还是埋在地底下。这样，这事儿我来办，你赶紧走，我安排你弟弟和家里人赶紧离开。爹，我还不能走。混账，你想干什么啊？你想让我这白头发送你黑头发吗？爹，你消消气。消消气，你消消气。姐夫，消气？我怎么消气呀？这事儿我来办，你立刻就走，能走多远走多远。爹，我恐怕……你这信的是国民党的理还是共产党的理呀？中国人的理。谁啊？老爷，有客人到。哦，知道了，马上来。哎呀，叶处长来了。徐老。哎呀，请坐请坐。坐。来。叶处长今天来有何公干呢？你去准备一下。这是军部委托我给徐老送的礼物。哟，这么特别的礼物啊。我们当兵吃粮的不太懂礼数，也就这个能拿得出手。徐老不要怪罪。哎，不怪罪不怪罪。叶处长，咱们家莫言，你可要多多关照哦。当然啊，小许人聪明能干，是我的得力爱将。小许，这是睡了。莫言他，处长，你能不休息休息啊？大晚上的不累啊？臭小子，怎么说话？我就喜欢这小子的真性情。唐爷。弄点吃的，中午处长在家里吃。好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走了，还要回局里。哎，叶处长，我估计你今天来，不是特地为了这个礼物的吧？徐老不愧是生意人，说话喜欢开门见山。哎，其实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叶处长有话直说。那行，晚辈也就直说了。昨日想必徐老已经知道了，在您西门的钢铁厂发生了些事。嗯，共党窃取了我们一批黄金，在您的工厂里。什么？我的工厂？嗯，
小唐，哎，小唐，赶紧备车，我要马上去公司。底下的人怎么干活的啊？西山的工厂到现在没有推倒，我新船厂就要建了，怎么搞的嘛？徐老，徐老，息怒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爹，没事。哎，徐老，您误会了，您对党国的忠心没有人质疑。这晚辈的意思是，调查可能会影响到您的生意。生意？徐老啊，这几天对您的生意可能会有点影响，当然影响不会太大啊。小雪，这件事你负责，站里的兄弟们都是糙人，你多看着点。您放心，处长，刨地三尺，我也给你找出来。大不了把这房子拆了。拆什么房子？爹，自古忠孝两难全。叶处长，您请自便，我有点累了啊。这个礼物呢也就作罢了。我是生意人，这刀刀枪枪的我见着怕了。您先休息，那晚辈就先走了。小雪。哎呦，处长，我以为就我安排了手下，你这还安排了俩。行了，交代完了，去吧。那个姓刘的跟你说什么了？处长，我也有点摸不清头脑。他说老胡是鬼，而且让我以后多走动走动。小雪，这做人呢，事到立场得坚定，不然很容易死人的。处长，您怀疑我是鬼啊？这局长都夸你聪明，聪明人就是容易多想，我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我对党国忠心耿耿。行了，先回去睡一会儿吧，一晚上都没睡了。工厂那里去看看，帮我把黄金找出来。喂，许组长，有没有时间见一面？我来接你。我睡了多久了？没多久就睡着了，怎么还随身带枪啊？信不信我一枪崩了这胖子？胖子，我和他沟通一下，麻烦你了。嗯。你的枪快不过胖子。不好意思，怎么就在你车上睡着了？你胆子还真大，不怕我把你沉江啊？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还真是个花花大少。干嘛？看上我了？鱼刺。听不懂。山河一片。在水一方。那个胖子。自己人。你为什么现在才出现？能给我解释解释吗？刘彦武一直没有指认你，
我得知道为什么。万一我直接交代了呢？我会接替你成为新的鱼刺。这个代号真应该给你啊，你比我刺人。刘元武的消息传出去了吗？所有联络站全部被破坏了。将军明天要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为什么不知道？三天前黄金就应该被运出去，我来了三天一直在等消息，他一直没有联系我。还真是一盘死局。黄金在哪儿？有点麻烦，你得帮我。老刘啊，这工厂里里外外都搜索得干干净净的，你别给我搞什么花样。哼，都说好的了，黄金二一天做五，共产党这条大鱼是你的。黄金在哪儿？黄金在那儿。别动，王水有毒。王水？三份浓盐酸，一份浓硝酸，强酸。什么意思？可以溶解黄金。黄金全在这里。坛子呢？坛子？原来放在这儿的坛子，放强酸的。处理掉了呀。谁处理的？徐组长。我们在上海能用的人还有多少？要安全的，足够运走黄金的。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转移。你有办法运出去吗？这个你就不要担心了，我有我的办法。将军呢？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送出消息。你就没想过你怎么脱困吗？你说如果将军知道刘元武叛变的消息会怎么办？袭杀之。明天晚上十点，寿宴完成后运出黄金。刘署长，您找许墨言，您是他的一位老朋友。刘先生，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啊。刘先生，喝咖啡还是茶？茶吧，
咖啡实在是喝不惯。上茶。哎，这好像是墓里挖出来的吧？家父平时喜欢折腾点古董。哎，这大鱼不来联系我怎么办？干等。喝茶。你该知道我来找你什么事儿吧？我说了，没有大鱼联系我。大鱼的事情不重要，今天过后，一切就太平了。你的目标是将军。你果然很聪明。不过更想知道的是，黄金呢？现在那么多人去过那儿，我怎么会知道在哪儿？听说今天是你们家老爷子的生辰，我这个人性格你也知道，这喜事变丧事就不好了。你是不是一直以为我就是个大少爷？不不不不不，这大名鼎鼎的鱼刺怎么可能是个大少爷呢？要么现在朝这儿开一枪，要么明天天亮之前给我黄金。我拿了日本人的钱，我在市区还有套房子。不说，不说。啊，叶处长，不说。刘彦武呢？去了许组长家。嗯，都出去吧。真不说，不说，不说，不是，不是。不是，不是。楚左，给你个机会，要不要？开门。叶处长。嗯。叶处长。里面请。是。真热闹。黄金都安排好了，有点重，麻烦你多安排点。我怀疑刘彦武已经和处长点了你，我安排胖子来接你们。好，我现在去散人。我家里人撤退的线路，就麻烦你了。林特派员，局长和处长都到了。来了。哎呀，昌家大少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哎呀，你也来了，好久不见你啊，身体还这么硬了。哪里哪里，来喝酒，喝酒，来喝一个。哎呦，这你可不能喝。他就不让我喝酒。哎，行行行，你们随意，你们随意。哎呀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呦，最近好不多，别来无恙了。哎，我挺好的。哎，准夫人，他去乡下，对对，是新收的。哦，真不错。对，现在乡下比较好多了。随意，确实啊。好，那你们随意哈。嗯，莫言呢？能上的吗？哎呦，李凤子，你好，你也来了！哎呀，最近怎么样啊？今天一定要多喝两杯哦！啊，吃大钱行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，哎呀，这不是你该考虑的，把该准备的物资准备好。
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抓捕共党即将赴任上海的新领导人，代号将军。命令。林特派员总负责，刘处长辅助。现在时间8点，出发。是。是局座，都安排好了。不容有失，许家那里安排人了吗？安排了，您放心，天亮之前一网打尽。好，你去看看去。好，快去。知道了，小心点。快抓到别看了，快点，来动枪，快点，快过去，那边，那边，快点，快点。刘处长，第一次合作，希望合作愉快。您是大名鼎鼎的红队指挥，我一个情报科出身，哪敢擅权？要不，还是刘处长来，稳妥点儿。林小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走，走，跟着。封锁车站，许进不许出。是。其他人，跟我去站台。上。谁的货？这是要运到哪儿啊？长官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让你说你就说，敢胡说。可是要尝尝大牢的滋味儿。哎，知道知道。不敢胡说，不敢胡说。长官，这是北京雍和宫啊，在我们石匠铺订的一批佛像。其他呀，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没了？有有有，前几天，不不，就2天前，有个许老板啊，要过寿，在我这订了一组。就没让你干点别的？有，说来也奇怪，他让我把这石像啊掏空了。哎，长官，空城计有一套。刘处长还在找黄金呢。你们几个把车厢给我封了。哎，长官，不要啊！我这是小本生意啊，长官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范总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招待不周，请别介意。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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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款待，过两天我就回访。告辞了，徐老爷，谢谢你的接待，生意上的事都是小事。好，多好处。一定一定。谢谢谢谢。
哎，徐公六部。将军，是我，刘彦武。怎么是你？他们都在前面等着了，你们快走，这次我连累家里了。你爹，我是做货运生意的，国民党的货我运，日本人的货我运，共产党的货我也运，这谁好谁坏，你爹我心里很明白。我不是不知道天下大事，可我不敢啊，有了你们我担惊受怕呀。你真以为你让唐姨帮你做的那些事儿我不知道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是哪里打枪？是火车站方向。你快走，爹。万事小心啊，你爹五十才有了你，出不得事。你要是出事，徐家的天就塌了。我已经老了，我就担心你有任何闪失啊。小妈他们已经到乡下了，你赶紧过来。走吧，咱们这个家呀。爹，千万千万小心呐。知道了。你别走，我去找姐姐，你自己保重。
来了。来了，我已经安排了撤离通道，你不能待着了。叶子聪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刚才站里看守在你家的人，将军怎么样了？死了。刘元武呢？也死了。刚才火车站响了很多枪声，死了不少人吧？将军出事儿，你好像一点不难受。我也没觉得你难过呀。黄金在那儿，搬走吧。搬走。用上来。黄金在哪儿？你是不是指错人了？我再问你一遍，黄金在哪儿？这不都炸飞了吗？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？我不信。我。胖子。放开我爹！让老爷子坐吧，自己家。什么时候看出来的？放开我爹！你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做共产党，你知道吗？牵扯太多。莫言，徐老爷子，劝劝你儿子，放下枪。我其实不太习惯被人拿枪指着。莫言，你小姨没了，你。行，一命换一命，我赚了。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副处长是吧？官也不小了，手上也染了不少血吧。哎呦，爹，哎呀，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啊？我再问你一遍，黄金在哪儿？我说了，你放开我爹！这刚才爆炸了，马上就会有人来。我只要黄金的，我可以放你们父子一马。啊！莫言，你爹我没事儿。下一枪就不是腿了。莫言，
黄金不黄金的，我。正式介绍一下，鱼刺有两个，我们两个都是鱼刺，如鲠在喉。处长，命令：三天之内，任何人都不得使用电报设备，所有人都出去。是。是组长，你不能进去。什么意思？我情报科的电报室我不能进，你活腻歪了，你让开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叶处长。喂。处长，许组长家有些强酸，要运出去。知道了，运都运了。徐老不愧是生意人，说话喜欢开门见山。哎，其实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叶处长有话直说。我知道是那个姓刘的害的，想不想报仇？钟馗就是个幌子，刘彦武叛变的消息我已经第一时间传出去，将军会按时抵达上海。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对不起。你说，我们会胜利吗？我无法回答你。做什么？处长，快去三号仓库，那里有批化学药品，林特派员临死前询问到的。许组长他，他是共产党，已经被我击毙了。是是。报告局长了吗？处长，等您来顶多。跟局长打个招呼吧。处长，那这些车厢怎么办？在哪里啊？去看看。长官您来了，您行行好，您行行好，我这是小本生意，都是些石头。放行吧，
呦，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。石像很好，我很喜欢，回头也给我家里送一尊。哎，好嘞。这是定金。是南京送来的委任状，委任刘彦武为情报科高参，让咱们尽快安排送去南京。谁让给南京发电报的？叶处长。我是宋泽文，叶子聪在哪里？把他带回来。处长，局长让我们请你回去。等会儿，难得看个日出，看完再走。处长，这着什么急？太阳快升起来了。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心脏长右边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接下来要做什么？丽丽，于此圆满完成潜伏任务，批准回家，沿路护送皇亲。回到光明。朝着来一枪。你怎么办？不要担心我。其实有时候活着的人更痛苦，生在炼狱的人才会无比期待着光明。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，有一天革命胜利了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。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名字？不用了，就叫鱼刺吧，挺好。还会有更多前赴后继的鱼刺，我以之为荣。你我都不是为了一个名字，这是我被共产党人的信仰。你我始于黑暗，但终于光明。
如果历史是一道洪流，就让我们逆流而上。